天我想跟大家推荐我最近超爱的死神黑丝。 Bad girl, you're my super. 第一条是杨幂同款，它是一个皮和黑丝的拼接，穿上去有没有很像你直接穿了一双靴子在腿上，我觉得它是辣妹必备，又 A 又性感。第二双也是拼接款，但它的拼接和刚才那条不一样，它是大腿袜和黑丝的拼接，我觉得这双袜子就真的很绝，并且它我觉得它是可盐可甜，就是又可以可爱又可以性感，还可以很 A。 第三款呢，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心机的一款袜子，你看它是这种藤蔓的花，就是和一般的黑丝比呢，就是有一点点小女人味，又有点小性感，非常适合去约会。因为你像如果第一次跟男生约会，你肯定不能穿得特别的 over， 就可能会穿得比较小女生一点，穿上它就会甜美中又不失性感。第四款斩男款，有没有眼尖的人认出它？没错，它就是我之前那条爆火的那个袜子。我觉得这条袜子它真的非常的性感，所以你们眼光很好。但是你看它前面是这样，但后面没有那么复杂。我看后面，我觉得真的是女生必收的一款，非常适合穿这种小黑裙，也很适合约会，百战百胜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最近买的丝袜分享，你们觉得哪一条最好看？评论区告诉我。